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是 Chanel 的经典款 CF。 那我手上这一支呢是一个25的 size，颜色呢是一个最新的颜色，它是一个天蓝色。这个颜色哈，我觉得饱和度算是比较低的，因为它属于木兰迪色系，而且的话夏天用也可以，秋冬用也同样合适。那这个的皮质呢是一个小球，五金搭配的是一个浅金扣，包括它的链条也同样都是。那浅金扣搭配这种天蓝色的话就很高级感满满，而且的话它的颜色属于是那种不抢镜的颜色，但是它又能给你搭配增添一些色彩。那 CF 的话最近又偷偷摸摸的涨价了，甚至是涨到7万多一个，所以呢，我觉得 Chanel 的 CF 的话是属于入手不亏的款式。